当我给女友买了黑丝，干啥呢，宝？玩游戏呢？咋的了？啊，没事儿，我给你拿点这个吃的、喝的啥的。你这干玩吧，你这也没啥意思。你咋突然对我这么好？啥叫突然对你这么好？我不一直都这样吗？没，也没啥事儿，就是过来跟你唠个嗑啥的。啊，哎呀，就你玩你的，我没什么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也有个事儿吧，小事儿，就小事儿，小事儿，小事儿，就是我买了一条裤子。啊，也不贵，不贵，哎，也不是裤子吧，就是袜子，袜子。袜子？你买袜子，那你就买呗，你跟我说干啥呀？这主要我这个袜子吧，我是给你买的。给我买袜子？对，就它这个又可以当裤子，又可以当袜子，就是比较这个比较好，给你买。哇。哎，差不多吧。那你那个，我给你买的，让你那个试试呗。咋样啊？就是，为啥不得呀？哎呀，你这个东西吧，你穿上肯定好看。你看你首先吧，宝，你身材就好，然后你这个你再修饰修饰，肯定就更好。你每个人他得尝试不同的风格，你试试一旦好看呢，这玩意儿你到一定年龄都得穿。你完事告诉我啊，好没好啊？是，你干啥呢？冲奶茶呀，丝袜奶茶不到。不是，这啥情况啊？你这个玩意儿吧，质量太差了。这我就寻思给他做奶茶得了，也不能浪费呀，你说是不？啊，行，也倒也是，哎。你下回吧，要是想让我穿的话，你就买个质量好点的。你怎么着也得像这样的才行，你说是不？